把手放在左心房，扪心自问，如果我是吸血鬼，你愿意让我咬你吗？然后你也变成跟我一样的吸血鬼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死吗？好，你不愿意。你要是对我好的话，我就在现在变成吸血鬼，现在咬你。你的容貌就永远停留在现在。你让我减减肥的咬我。如果现在世界末日了，你会选择跟我一起变成僵尸，还是选择努力活下去，然后成为人类的幸存者？我想变成吸血鬼。你听我说，我就能永生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变成僵尸的话，就是被我咬啊，然后再跟我一起去咬别人。你他妈怎么这么爱咬人啊？你当吸血鬼咬人，当僵尸咬人。好点，我很社死的。社死就别问了。如果你要是选择不变僵尸，成为人类的幸存者，你就得把我打死。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老公，还有个问题，如果你真的一会儿变成了吸血鬼，你最想享受吸血鬼的什么特性？我先说。我最想享受吸血鬼看着别人的眼睛就能控制别人的意念。我最想要吸血鬼那个尖牙嗑瓜子嗑着香。公司聚个餐回来，我媳妇儿逼着我拿手机说让我记录一下。干哈？你准备了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这个惊喜非记录不可吗？牙掉了。啥呀？这你给我姑娘都吓，你给我姑娘都吓起来了。睡吧睡吧睡吧，爸妈开玩笑。妈妈，那你回那边睡吧。你别耍彪了行不行？给姑娘吓醒了呀，我就知道你别想别想好屁呀、啊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呗，你牙哥最近喊多久了？喊半个小时，喊一宿了吧？算了，那个牙在我手里呢，你那么屌。